所以当嘉宾就这样可以、啊。哎、欸，啊、不然对啊，要不要唱一首歌、啊？你要唱歌可以吗？哎呀，太久没有听你唱了。对啊，真的。刚、欸、好好笑，我就说，哎、欸，那我对对上台送完这个礼物，唱个歌，唱个歌。我跟你讲，这几年我听什么勇气啊，可惜不是你，都是什么选手在唱，原唱在这里。哎、欸，我们过年送给你们，华丽一个好不好？可以吗？没有了，我真的没有啊。来了 ，Way Back Into Love 了，你看他耳机都准备好了。哎呦，你自己开的头，你自己收尾，真的太久没一起唱了，还是他不想跟你独唱？对，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想你能的打败情敌，但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够珍惜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其实我真的是这个礼物真的是我自己挑的、oh, 然后我知道其实冠哥很怕偏离主题，说到小孩啊什么、oh. 可是我的第一个想法真的就是觉得说他每一次的每一个作品都觉得真的是自己的小孩，是那么的爱，然后那么的棒，对对，没错，所以其实是真的有含义的。好，谢谢。第一首歌《言外之意》出来的时候，是另外一首搭配的是 Hush 的《言表》，是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给他一个主题，叫说：“那我们来写表白。”嗯，对。然后我的表白有我表白的方式，那 Hush 的表白他说，感情在最初表白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把最复杂的情绪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讲。啊，对。反正这个我讲不完的。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即使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我们的爱。